嗨，大家好，欢迎朋友来到红豆跟你说，给大家带来是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街头世界杯的比赛。来看一下怒鸟的肯，世界最强肯怒鸟对战 Lex。 怒鸟始终在寻找例会的机会，在例会当中寻找对方的破绽，有些不想炸。不得不说 Lex 的鼓励也非常有强力，相差和中脚还是不行，反而对方又是一套小五连，体力消耗很严重啊，怒鸟。肯现在体力只剩下一半了，好的，有这个抵抗连，板边还是被这帮骑士先制住了，冲不过来啊！你看到没有？顶级肯的波是什么时候发的？什么作用的？古烈把波手刀距离卡得非常的稳定，对方都进不发，才和一个下中脚，但是肯现在没斗气了。哎呦，这个机会没有把握好啊！怒鸟终于笑了，嘿，小伙子，你有赵俊老师吗？怒鸟斗气回来，对面体力也是所剩无几，最关键，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单打完之后 ，Lex 拿到了一分，比分零比一了。看到这里，小伙伴，如果说你喜欢格斗游戏，喜欢街头啊，大家可以先点击订阅，点击关注，好吗？去接下来比赛，来看一下怒鸟的肯，对方其实在欧弟脚刀。不得不说 ，Lex 的鼓励也非常有果敢的拼劲儿，敢想、敢打、敢拼。I love when punishes are sweet, bro. It's something about it, especially punish count. Of course, you get the hard knockdown. Nice punish. Don't go a little too close with that low forward. 来吧，来看一下怒鸟的肯对战 Lex 的古烈，独角刀不好使。怒鸟想，我就是要让你凹啊，你还凹，哈哈，真配合呀，兄弟。Lex 也真的是敢凹啊。一个敢骗，一个敢凹。来看一下，现在肯还是需要一分啊！你跳我就下重拳吗？双方想到一块儿去了，都绿冲，但是绿冲跟绿冲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跟大飞脚头去，对方再脚刀凹下，这里直接斗气迸放打反击。我也是龙拳打完之后直接迸放，可惜啊 ，Lex 发动斗气反迸放，这一波带走了。那么比分，哦不对，这队还是有一灯的。OK， 接下来比赛吧。Lex 刚刚打出一波漂亮的反击，双方就是在中场这种力挥博弈当中，一点点消耗对方的血量。Hell no, let's go, Lex. Holding it down, nice little lead. It's not too bad for Angry Bird as he is controlling the neutral a bit in terms of. 他打红龙脚，直接升龙带三气，这是肯的招牌连招方式啊。Now he's up to three here, so he's got this corner position. How does he do this? And Lex doesn't have. Oh, there it is again. That whiff. Oh, he's so excited. I'm getting on that. 你猜我要摔你还是打你 ？Lex 现在被打得有点毛了，脑子的血量就剩这么一点点了。怎么回事？我的血在哪儿去了？我的血怎么不见了？好的，凹，再绿冲，往后续往一招，对方不凹。再次 OD 升龙赌一招。比分现在是一比一平，朋友们。时间是2023年8月9号了，后半夜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第一届电子竞技世界杯的比赛。谁先拿这一分，谁就赢。基本上等于赢了啊。还有70多秒，来得及。对于双方而言，一切皆有可能啊。绿冲头。
就打你乱动，你不动我就摔你，动我就打你。Yes, that is punishable. Ken's standing light kick is such a good button, but what a timing choice right there for the drive impact.I like that he went for the offense. A lot of people did like a backdash, right? That's what they get clipped like reversals or wake ups, the CAs. 这里怒鸟的肯在他发现了一轮进攻，但是 Next 的反击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哎呀，这个更关键的起身局。哎呀，这个片拆头太抖了。怒鸟拿到赛点。看到这里小伙伴喜欢街霸的朋友，咱们可以先点击订阅好吗，点击关注不迷路，这样的话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比赛视频，朋友们点赞评论转发。Lex 的鼓励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毕竟能够拿到世界杯的门票已经是各个的赛事的头部了。好的，这个小的领头再次把对方放推开的距离。都是反击，那现在不敢轻易的前跳，与对方在顶上前跳。Yeah, you know what? That's one thing. That's a good point I want to point out. I have not really seen him play the plasma game, right? Because all he's doing is using himself as the wall to walk down right, the ledge. Right. Oh, look, do it again. Yes. Yep. I love you for this, Andy. But do it again. 怒鸟打这波小高潮。Yes. We don't keep it simple, man. Level one. 这是打出无限循环了吗？太帅了吧！莱克斯要强化一下自己的防守了，他的防守刚刚出现了大问题。好了，朋友们，我们看看来自于中东阿联酋的怒鸟，他的肯在这次是沃赛点灯的优势下，能不能击轻松的拿下这个莱克斯？我觉得也不敢，很难，一切皆有可能。这个金防避康推板了。You better keep an eye on these, Don't do it. He's gonna kill you, bro. I like that. The choice, what I say. The wake up jab. Oh, dude, the good thing is, I'm gonna kill you, bro. I like that. The choice, what I say. The wake up jab. Oh, dude, the good thing is, I'm gonna kill you, bro. I like that.没有斗气，怒鸟，并没斗气，谁能够进行接下来这一分后后续外招？怒鸟斗气又被消耗掉了。反投，出波吗？出波。怒鸟的斗气就回来，对方想抓，差一点，超杀，打了个寂寞，怒鸟直接绿冲反杀。喜欢街霸的小伙伴，喜欢哥的兄弟，咱们点击关注不迷路，咱们下次见，朋友们，拜拜。